在那个手上会没有看到龚俊旭，就龚俊不是割了手上会海只有什么想法，其实橘子皮的逻辑错了，就是你们问海哲，就是说龚俊没有去参加那个张哲瀚的首唱会，就对于当时的海哲来说，就好像问现在的橘子皮，对于迪丽热巴没有去参加那个龚俊在的那个向往的生活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就觉得什么连坐两个人之间，而限定花期真的让海哲发疯的是龚俊去了，你知道他们。我爸是不是最后去的？去接了下班了，对、啊，因为后来是北京三爷，就是怎么又有北京三爷的？怎么又有北京三爷？北京哪来的三爷？把我的女儿给我三爷给带去了。首唱会在北京啊，首唱会在北京有的，是我爸本来是在离那个首唱会地点一两公里的那个按摩店，我不跟你们扯，因为我没有听，我这边没有听说过。然后而且按摩店是后面，但是你跟我讲是之前我爸是想去的，然后我妈不让，怕出柜。就是可能是他想去，就是不存在说龚俊不想去，要么就是龚俊想去但是没让，要么就是他当时确实有事没有赶上首唱会，但是他确实去接了猫猫下班，因为海哲疯了，就其实当时整个首唱会阶段没有看到龚俊很正常，谁会去 care 到龚俊是谁呢？没有人会 care 到，因为在首唱会之前就算他们有些互动，无论是片场与海哲的角度只会有张哲瀚一个人，而且花絮比较少，哪怕说当时拍了芭莎在室内，对于我们是看不见的，就算是站姐也是看不到他们在芭莎这个样子，看不见的。芭莎不是传闻说妈在拍之前，我爸搂着我妈，然后两个人一起。但这些是那种内部人员，不可能作为粉丝，就只能当场，因为没有办法，肯定是看不见的。所以说，其实到了首唱会的时候，所有海哲对龚俊只是觉得是普通，就跟迪丽热巴过来就说是一样的。但是那个 B 美学不是一开始是水母的吗？那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相。对啊，所以就为了掩盖真相，拿一个更大的然后来掩盖，然后所有人都说过那个 B 美学吗？对。我不知道，应该是我见到的照片是他们两个人出来，还有照片呢。对呀，是他其实接着下班上车，还在我爸在车上等他，他在车上等他下来，就是小雨在前面，妈在后面，小雨上车，妈上车，妈下车，一起。但是换了那套大的那套白色的衣服，就闭。然后还他那天那个妆也没卸，就是还是那个妆，我觉得这个妆好，所以后来限定花期当时橘子皮磕的时候，我是闭上眼睛，好，然后因为那天整个海边什么都非常的沉，因为这个引导磕限定花期的是。最初的水母或者海蜇，其实他在按摩店反正这个我没有办法吹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但是接下班是真的出来，就是我生平唯二两次见到他们同框的照片，就是那时候海蜇站姐有几个脱粉的呢？瞒了你瞒呗，那怎么办呢？或者转 CP 站，就是梦女不太多。你们海就是只有海哲呀，只有海哲去呀。传遍了的还是只有你们，就是老群，他们老群，就是老粉，老粉肯定也。